今天有一位观众私信我，给我推荐了一款纯爱游戏，并且叮嘱了我一句话：按 F 键进入坦克。我也不知道这位观众是什么意思，但我苏某人可是见多识广的人。什么奇葩？哇，这什么呀？这东西啊，这是……我刚才是眼花了吗？这是谁呀、啊？一百万岁的转向之路，百鸟天籁。不是说好恋爱游戏的吗？这又是谁？一百万岁的小妹妹，西面寺小百合。我的妈，这是哪来的超级赛亚人啊？都快要变身了！一百万岁的学生会长，一七月幻灵。我操，怎么黑洞都出来了？闹鬼啊！这是哪来的人啊？好绿啊！一百万岁的纳美克星人，不认识。我的狗眼！你们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啊！不要过来啊！快滚开！快他妈滚开！所以我刚才到底看了什么东西？不是说好纯爱游戏吗？怎么变成一个格斗游戏了？好吧，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了一位58岁的颜值主播。本来我是个颜值主播的。但这些老年人都他妈上万岁了呀，100万岁，人类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进化呀。没办法，现在只能开始游戏了。先给自己取个名字吧，系统自动叫我优豆，我看不如叫欧豆豆，毕竟在这些人面前我就是个弟弟。开学第一天来了一个转校生，原来是千代婆婆啊。初次见面はじめまして。您千万别鞠躬，祖母人我一向尊老爱幼啊。学校附近有一家粉色的点心材料店，千代婆婆一直想去却没有勇气进去。你已经活了100万年还这么羞耻的吗？现在有三个选项，难道千代婆婆是想让我陪她去店里啊？休想套路我，我选第一个。我才不要跟你一起去啊！这好感度都能上升的吗？终于送走了千代，又迎来了我的青梅竹马小百合。既然是我的青梅竹马，还有点期待呢，至少跟我年龄看这迷人的双马尾，你这么开心的跳个毛啊！虽然小百合是已经活了数万岁的孩子，但是却从小和我像兄妹一样生活。我去你大爷的吧！这明明是孙子和奶奶一起生活吧！新学期，小百合邀请我放学一起回家，快去你妈的吧！实在不好意思，新学期的安排还不太清楚呢。太好了，好感度降低了。终于回到了班里，学生会长万里学姐正在迎新演讲，男同学们都在夸奖她人美，成绩又优秀。成绩优秀也就算了，这他妈到底是哪儿美啊？你们告诉我到底是哪里美？屌！万里学姐在台上演讲完了，但感觉她身体不太好的样子。你他妈最开始不是超级赛亚人吗？怎么这个时候就不行了？现在万里学姐准备要去保健室。姐，让我扛着你去吧。算了，我不一定扛得动啊。我是真的不想跟着去啊。保重身体，下次再见吧。告别万里学姐，游戏突然响起了警报声，接着一个绿色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这也太他妈绿了吧，绿的我发慌啊。叽里叽里呱啦呱啦呱唧唧唧呱啦呱啦。这他妈说的什么外星语啊，连翻译都不会。这打扮难道是纳美克星的长老？怎么突然就问我投不投铅球？这个我当然要投了，这样都能好感度上升吗？投完纳美克奶奶就消失了，终于可以中场休息一下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选择和其中一位老不死继续故事，摩擦火花，培养感情，发生关系。为什么不能单独和绿色奶奶去约会？我最中意的就是她呀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因为她太危险了吗？毕竟男孩子在外面还是要注意安全。没办法，我只能选择万里学姐了，因为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对我越高冷越好。原来万里学姐不仅外貌出众，成绩优异，更厉害的是她是学美术的，在她年轻的时候甚至和法国作家莫奈交换过作品。等等，莫奈出生于1840年，现在她早已离开人世，但愚蠢的欧豆豆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没什么没什么啊。面对这身肌肉，实在是不敢说一句反抗的话。最终我们约好了放学后在美术教室见面。我可以叫上保镖吗？
今天又到了学校的体育季，所有的老不死都欢聚一堂，并且互相的介绍了自己。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有活力。接下来我和千代玩两人三角，看把他害羞的。你害羞个屌啊！比赛结束，由于全心在比赛，没有听到小百合的声援，他生气的向我挥动起了拳头。人家想小拳拳捶你胸口，这他妈谁顶得住啊？还是只有万里学姐对我最高冷，因为只有这几个肌肉梆硬的老不死对我越冷淡，让我越有安全感。此情此景，我又想起了一位慈祥的老年人。老年人只要可爱，也会有榜一为了追求他狂刷10万礼物，所以100万岁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小百合甚至因为万里学姐而对我吃醋了呢，啊，真是令人留下感动的热泪啊！也可能是因为害怕，既然不能和娜美克星人奶奶在一起，我也只能勉为其难的和万里学姐继续发展。What the fuck？这个游戏居然也有体力值的设定吗？也对，和这帮肌肉猛奶谈恋爱，没有过人的体力怎么顶得住呢？所以今天的这款游戏就到这里了。最后我想告诉大家，珍爱生命，拒绝萝莉，一起按下 F 键进入坦克吧。